哎呀，我看你这回还能游到哪儿去？我们一会儿巨忙，没时间看着你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睡会儿吧。啊，梦游弟弟。你们不能坐在这儿，大姐，天太冷了，你就让我们两个少坐一会儿吧，久一会儿。你听我说啊，这个床啊是急救病人用的，一会儿来人还得用呢。这是医院，你们不能在这儿坐着。大姐，她肚子疼得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你就行以后让我俩少暖和一会儿吧。她肚子疼啊？对对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俩跟我过来。来，跟我来。冠主任，您给看看呗。哎，大夫，你给看看，他的肚子大的，长得像个蛤蟆一样。哦，那到里边床上躺下啊。来，过来，坐床上躺着。来。把鞋脱了，哎，脱不了了，整个脚后跟都烂没了，脚后跟烂了，这只脚，哎，对对，哎呦，这怎么弄的呀？这是这样的，前些天干活不小心把脚给搞伤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就没治，结果最后都。来，你出来。哎，肚子疼是吧？嗯。来，把衣服解开，啊。疼了多长时间了？我这病啊，有3年了。开始没这么太疼，就没太注意。疼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不来医院治啊？嗯。来，我抱你。哎，你那个是那什么塑料的？是，听程姐说叫什么保鲜膜。保鲜膜，你把保鲜膜糊身上干嘛呀？来，这可不行，大夫，这可不行，还用它过冬呢。过冬？哎，那个保鲜膜过不了冬啊，这是医院，医院暖和吧？你先把那个解开，我们才能给你看病啊。咱先看病。这儿疼吗？疼。这儿呢？哟，这儿疼，也疼。都疼。你是他家属吗？我不是。他没家属，前些年见了个傻婆娘，这捡破烂的，最近很长时间没见着了，可能是跑丢了。那个他现在啊，他的情况挺严重的，现在需要住院治疗，如果耽误下去会更严重。带钱了吧？带了就好了，带着钱来的。那个让他呀领着你，然后上那边去交钱去，好吧？哎，嗯，好，来，你俩把钱给我。这多少钱啊？500。500。
够了吗？500。啊？500块钱？哎，就带了这么多？我跟你们说，他这个病啊，怎么也得5000往上，这500根本不够。不治了，咱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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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动，大爷，你躺下，我帮着你把脚处理一下，好吧？那得多少钱啊？大夫，那要多少钱？这个我不收你们钱。那好，那好，躺一躺，慢点。你们等等。那个，把这个大衣穿上吧，这刚买的都是新的，来来来来，穿来。穿上吧，外边冷啊！太谢谢你了，没事，来，谢谢你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点钱你们拿着吧，今天过节，买点好吃的。太谢谢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没事，谢谢你，多好的人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我们走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把那大衣扣子扣上啊，外边风大。好嘞，好嘞。来的太晚了，都腹水了，任何治疗都没什么意义了。你甭说500了，5000、5万都治不好。你看500块钱，他们都藏到兜里当个宝似的，5000、5万太难为他们了。看不了这种事儿，心里堵得慌。大平，你还挺善良的啊。那当然。
样的啊，帮个忙啊。哎，苏大夫，哎，电话，这口袋，领人。康师傅，哎，康师傅在哪玩呢？王大夫，快来出事了，走吧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关注酒吧发生事故，快来。电话。走。满嘴都是血。深呼吸好吗？用鼻子呼吸。这是消毒纱布，我要帮你摁住伤口，会很疼。你可千万别咬我啊！啊，来。哎呦，跟你说过了，别咬我。好的，哥们儿，抓紧我。放松。没事了，放松，放松。哎，没事吧？啊。大师傅，什么情况里边？这边不用管，里边好好筛选。好，好，交给你了。抓紧我，没事。小心！那边，走。来，离开这儿。叫什么名字？听见吗？听见我说话吗？给家人打个电话啊。听不见我说话，赶紧起来就没事，能走吗？来，起来一下，来个人帮忙一下，快，赶紧离开这儿啊！好，没事啊，能动吗？来，慢慢起来啊，没事吧？哎，过来帮个忙，慢慢走啊。苏大夫，王大夫，我们来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走了，你负责他。孙子大，孙子大，我知道，你先让我给你看看好不好？好吧。哎哎哎哎，你看你胳膊都肿成这样了。啊，你的胸部倒没带，不过你这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大舅哥。来，先给他上几托。姑娘，姑娘。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快起来，来！你怎么了？啊？我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找到什么？找到了，还有点不对劲儿啊！来来来，先坐下。来，对你帮忙把康康捆走。姑娘，你往后坐。来，慢点啊！坐。我给你检查一下啊。慢点。啊，容易受损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干嘛？这是颈托，用来保护你的颈椎。你的颈椎啊，可能现在是你全身唯一没事的地儿了啊！我疼。兄弟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就给你打止疼针。哥们儿，还是快点。我腿酸。得马上送他去医院。哎，没事吗？他是林家俊。这什么意思？严重的闭合性胸部受损，导致多根肋骨骨折，再严重啊会窒息而死的。Дима, у нас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. Я тебе еще не говорил, но Merry Christmas. 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让你快点，这坑快不行了。Мария, ты справишься. 来，坚持一下啊，马上就好。胸部穿刺，快！好，林家兄。对。血压175，心率75，得马上输液。500cc 生理盐水。没护士啊？我来。你行吗？这可是护士的活。小看我。来，给你测一下血氧啊。
血氧浓度95，不错啊，要注意点滴速度啊。坏了，他的肋骨都已经移位了，我找不到出血点。加油，我相信你行的。哎 ，You are stupid。怎么了？我扎着他肋骨了。我来吧，来。嗯。来，你扶着他。是不是好一点了？你得请我喝酒啊！啊，亲爱的，太好了！谢谢你，也谢谢你，看大怪了。Дима, просто красавчик, ты выжил, блин。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？舒服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情况非常危险，必须要联系你家人。有电话吗？哎，可能老善，电车蛛网。好，前面有牺牲，非常好，坚持住。电话在哪？查找最近的拨打电话。打的最多的一定是他的男朋友。没错。瞧咱俩配合这么默契，你舍得把我从幺零五赶走吗？哎喂，我是第二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汪小涵，这是机主的电话，您是男朋友。是个笨蛋，那就证明你不笨。快走吧，护士长。哎，丽丽。哎，丽丽，怎么样了？丽丽，好吗？别碰她。不是，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，我是陈小芳。陈小芳是吗？啊，丽丽男朋友啊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他怎么样了？脑出血，要送抢救室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等等，什么意思？脑出血？他不好好一人吗？怎么就脑出血了呢？他刚才有可能是在酒吧摔倒了，你别着急，先跟护士长去办手续，然后通知他父母尽快到医院啊。来，好好好好，我马上通知他爸妈啊。你先跟我办手续，来来。你一定要把丽丽给救活了，万分感谢啊，谢谢。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的啊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先别忙着感谢了，过来跟我办手续来啊。那个不去了，我跟我女朋友我们约好了去下一个厂子，那个辛苦了，白衣天使们，圣诞快乐啊。嗨，菲菲啊，菲菲，好一些了。掌握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丽丽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出这么一大事，我必须得过来看看她，行吗？对吧？你是不是放不下他？我心里边我压根就没有他，我心里是你啊，对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想着你不生气了啊。对了，你前两天不是看上一戒指吗？我带你买去，行吗？嗯，行吗？嗯，这小子应该让他去拍电影，这台词说的情真意切，就是戏有点过。买签字吧。
回去找的应该就是这个。没准就是那家伙送的。谁不见了？潘子清不见了，一转眼的功夫。那是不是去哪儿梦游去了？不知道啊，快找去吧，咱们。快找去，慢着。醒了！哎呦，醒了！啊，主人啊，夫人！哎呦，你吓死我们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醒了，醒了，快回去，回去！实在对不起，现在的医学还属于落后的科学，毕竟有很多病还是没有办法治愈。我懂，没关系，好歹我回自己家，无非就是把自己锁起来，还跟坐牢一样。不过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要想办法学会照顾自己。我可以照顾自己，我可以自己住，我可以做好预防措施，比如说把自己锁起来。但是我妈她老不放心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加油。嗯。妈，咱们收拾东西吧。走吧，谢谢。不见啊。啊，再见。哎，你说他妈会不会关他一辈子？怎么着？要不然你跟着回去，他马上一起床，你就吃口哨。哎呀，你再让我吹啊，我还吹不出来了。哎呀！哎！哎，这个小狗送给你们，这是你的新主人潘子清，他叫风丸。他叫风丸啊！你们可别小看他，他可厉害了。你要是晚上起夜的话，他会冲着你使劲叫，还会咬你的裤腿呢。啊，真的吗？妈，我想晚上一人住。那哪行啊，从来没养过狗。你可说过啊，不喜欢小动物。它不是小动物，它是我的闹钟，它是我的保镖，我会好好照顾它的。那你晚上回家来吃饭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还陪你打麻将呢。行吧，来抱着它吧。祝贺你开始新的生活。啊，谢谢。风娃儿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了。风娃儿，你好。
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实在是，也许有别的工作更适合我。先放我这儿吧，回去再好好琢磨琢磨。一旦离开了，要再想回来，可就不容易了。谢谢主任。有时间没？请你喝酒啊，祖洛，你真好。这可能是我在急诊室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啊，下班等你啊。战争时期，有一个油漆匠爱上了一个木偶剧团的姑娘。姑娘的虎口脱险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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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电影《虎口脱险》，这是我曾经最喜欢的电影。哎呀，今天晚上真愉快。哦，对，我正想找你。我早上起来跟你说事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什么事儿？我们家最近要装修，所以我可能一直要住在这儿。好啊，你住这儿。可是我觉得你再住在这儿不方便，所以我想请你尽快找房子搬走。真的？真的？不是，你住你的，我住我的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咱俩再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。出什么事儿啊？我你爱上我了？胡说，少来，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可能？你承认吧，你真的爱上我了。我，你要不爱上我，你怎么还怕出事儿？我，咱俩出什么事儿？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怕出什么事儿？咱们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谁啊？开门去！开门去！来了。Surprise, Tiffany！ 啊 ！Merry Christmas, Steven！ 还好我飞机赶上了，飞机晚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听新闻说啊，纽约大雪，我以为你来不了了呢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苏丽。Tiffany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 Tiffany。你好哈。原来是你哦，改变了我们 Steven 啊。哎呀，哎，我有没有打扰你们两位啊？嗯，没有。啊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晚来五分钟啊，我就会被他扫地出门的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饿了，你有没有吃的？这样，楼下呢有个24小时的馆子，走5分钟就到了啊。待会儿放下行李，我带你去吃宵夜，怎么样？好的好的，我要吃糖醋里脊肉。那纽约的龙虾和牛排还没喂饱你这肉食女啊，你瞧你都胖了。走走，我先进来。
主任，主任。嗯，别笑。哎，嗨，主任，有病人。哎，叫一线大夫去。人家点名要你。哎呀，刘亚平，我都已经交过班了，你不能让一线大夫去啊。人家说了点名要你。你看看几点了？3:40。我好不容易睡了5分钟。哎呀，左大夫。哪个左大夫？你天天光想着结婚的事儿了吧？左洛。左洛怎么了？那丫头没少喝呀。喝什么了？啊，喝酒。哎呦，喝的什么酒啊？这，啊，行了，知道了，你过去。快走啊，快点去啊。哎呀。没出息！你说你，这刚受这么点挫折，就打退堂鼓啊？啊？那老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，你就是个笨蛋，没出息。哎，我是笨蛋，我是笨蛋，那你别喝了行不行？你别喝了啊！别喝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没出息。周星驰说了，这人啊，要是没有梦想，其实就跟咸鱼其实真没什么两样。嗯。生活是假的，这梦想啊，才是真的。对。生活呀，只是酒糟，这梦想才是酒。这生活呀，就是酿造梦想的酒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就别喝了，护士长已经叫主任去了。主任啊，主任真的是个好人，真的。你说你撂这么个好人当主任，你还敢撂挑子呀？啊？是，我知道主任是个好人。是我呀。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行了行了，别喝了啊！主任，主任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他这么不能喝，早知道他这么不能喝，我不会跟他喝的。左洛，在医院喝酒啊？不是，这样是病人贿赂我的。我呀治好了他的胃，他就把这酒啊当圣诞礼物送给我了。主任，你要不要喝点啊？啊？喝了多少？大半瓶了。那等你酒醒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！不是你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睡呢，渴了，起来喝点水。哎，要不跟我们俩喝一杯？现在在美国还是平安夜呢。
不拦，不拦。那个，说实话，我刚才已经睡着了，但是你们俩又把我吵醒了。我是个急诊医生，我的工作是人命关天，我必须要保证我有良好的睡眠，我第二天的工作才能不出差错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俩把他吵醒了。那个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耽误你休息了。你们很热吗？可以开空调。哎呦，看着点啊！来来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关老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真不是什么好人。你是不是什么好人？这好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你还在医院里喝酒，你可真行，你啊，有出息。不是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给你打葡萄糖。对，葡萄糖。你去给我拿葡萄酒来，我不要葡萄糖。这还惦记着喝呢。不行，妮子，我瞅着他喝的呀，真是挺多的。这给我，0.4纳洛酮去拿一支来啊。好，0.4的纳洛酮。对，就是纳洛酮。我手伸过来。纳洛酮。那个手举着。哎呀，拉倒吧。哎呀，你也举不了了。来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来，在床上躺着啊。干嘛？床上床上啊。听话听话，上床。你背着我来。好好好好好，背着你。好好，一二三。哎呀，好嘞。哎呀，啊。关大夫。关大夫。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你跟苏老师什么时候结婚？啊，我这还等着和你们俩喜酒呢，真的。你说你呢，你除了喝酒还能有点别的吗？你不高兴了啊？说呀你。咱以后再喝喜酒啊。现在呢？什么时候喝喜酒？现在先躺下睡觉。来来来来来啊，你不躺下躺下躺下，听话啊，躺下。我跟你说，听话啊，好好睡一觉就好了，知道吗？不许乱跑乱动啊！喂，哎，关老师，你真好，跟你在一块儿啊，就是有安全感。走了走了，撒手撒手，纳洛酮了，来了。关主任，我，你我是我什么我呀？你拿来了就赶紧给他入伙。哦，不用。你说这喝醉酒的人呢，这劲儿还真大，你说。高老师，那我等着喝你喜酒。妮子，你一定看好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好，你看好那些药哈，千万别让他把药当酒给干了，知道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哎呦，这女人喝醉了，真是可怕呀。给看看呗。哟，你这算不算超生啊？哎呀，郝大夫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老公可是独生子。跟你开玩笑呢。来，我给你检查检查。好嘞。你这怀孕几周了？哎呀，有三四个月了吧。你说你都一个孩子的妈了，又是这个医院的老护理了，怎么就那么糊涂啊？看胎儿的大小，
怀孕有12周了。12周啊？嗯。哎呀，上个月，上上个月，不对，上上上上个月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说我怀里生二胎。